무서워. 犯桌就杀人，这不合规矩啊！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が、まさか石さんが。石さんが約束通りに実行されるとは。和规矩无关。赵寒是要杀，但必须由我来杀。 你们现在赶紧回去，赶紧上车。朱启文，明白。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你得负主要责任。说什么？有的脑，江团长，今天不是我们挑事儿啊！算您开枪啊！我们又没有枪。先生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江团长。 你让开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每年我们给法贝少校的枪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租界，逼我去你们湘潭抓人，对吧？江探长，我们文文明明吃个饭，枪也不是我们开的，我们这就走，不添麻烦。就给你三分钟。 你好，走了呀！带他们先回去，我处理点事情。谢你两个新人，放了错喽。是你吧？谢了，不用谢。 晚上有空吗？请你看个电影。你还有这个闲心啊？去不去？给个痛快话。没事的话就去。晚上8点，新华影院，不来不等你啊。 就这个吧。嗯。五瓶。哎，这两天啊，不是死人就是拉车干苦力，再不放松一下，我脑子要坏掉了。 哥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阿磊呢？哎哎，走啊！电影快开始了。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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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走。哟，林少爷，等谁呢？没谁，走吧，放松放松。走喽。 凭这个动不了他。这件事啊，本来不必劳烦你，只是今天突然冒出一个狙击手，打扰了我的饭局。这笔账
恐怕得算到你们军统身上。这不是我下的命令。是不是你下的命令现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保险柜里除了军备提单，还有一份是爱国人士的捐赠名单。这两样东西都过过赵涵的手。他究竟知道多少内情，谁心里都没有数。倒卖军备发国难财可是死罪，更何况你倒卖的还是爱国人士捐赠的军备。当初孙然就是因为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儿，怕被你害死，才投靠了日本人。可赵涵不是孙然，他是鱼死网破的人，万一捅破了天，你怎么办？也投靠日本人吗？沈站长，这几天我的人去洋行提货，可是他们每天都发现有76号的人盯着他们。怎么回事？日本人一直都盯得很紧，这你知道的。我要你帮我处理掉他们，咱们两清，别得寸进尺。我哪敢呢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朱启文和日本人纠缠不清，几乎可以坐实汉奸的身份了。您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你是在质问你的上司吗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有些困惑。想问问你，今天中午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擅自行动，会自领处分的。我丝毫不怀疑你的热忱，但是任务完成以后，要不留痕迹。像赵涵那样的人，他的死活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这种事情，不要再发生第二次。是。至于这个朱启文呢，他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是在目前这个局势下，要尽可能让一切力量为我所用。和他走得越近，就越能掌握一些有价值的消息，让他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人。朱启文也可以变成抗日的力量。是。你别推我！来，拿武器！别说我俩欺负你啊！比试！哎！飞哥，飞哥，想什么呢？达达尼昂他们后来怎么样？你看明白这电影了吗？以后肯定特别厉害。哎，我们也组个三剑客怎么样？我们这么多人，那何止三剑客呀？我可看过三剑客的小说。你们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死了。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？
辛苦遭逢起一惊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干爹，陪我出去走走。老板，赵老板，今天您来点什么呀？老规矩吧。哎，好嘞。二位稍等。赵老板，你的定胜糕啊，你慢用。等会儿。哎，谢谢。过去穷啊，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我和朱启文还是兄弟的时候，我们每次争完地盘，就会买定胜糕来犒劳自己。味道没变。可是人都变了。您是不是对姓朱的还有怨气？以前有。现在呢？没力气了。我们那时候做事讲规矩，凭义气，可以说规矩比天都大。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世道，早已今非昔比了。这个姓朱的有一句话倒是说的没错，他说我信奉的那套东西如今已经行不通了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从小您一直教我们，不管什么样的世道，我们都要做对的事情。干爹果然没有白养你啊！你记住，我们和日本人是国仇家恨。我买的那些美国货，就是用来自助抗日的。至于报纸上说我是汉奸，说吧，我不在乎。好人做事情，不求上千里，但是也不能蒙冤。这个委屈。您不能就这么受着。杨经理好啊。别看杨经理整天板着个脸，人生意做得好，商行里很多外地生意都仰仗他呢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我在学校的成绩排第二，知道第一是谁吗？他，杨森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出现在这儿啊？这杨森说起来还算是我的学长，当年在黄埔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就不太合群。哼，他呀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这几年呀，把能得罪的人啊都得罪了个遍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。这不是刚给他沏的茶，一口都没动就走了。这杨经理有任务吗？我们不提他了。云群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昨天这么私密的见面，今天就上了报纸，我认为这是有预谋的陷害。
这件事情啊，已经有人接手了。你呢，应该休息两天，放松放松。哎，正好，今天陪我下盘棋。来，拿好了。谢谢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这上海滩有100万人口，难道我要去一个一个把他们的嘴都堵住吗？干爹，今天觉得您威风。心急了，你们年轻人下棋啊，就是又急又狠。家父棋快，又催得紧，又不愿意等我，久而久之就这样了。在我这儿下棋啊，一般啊都碍着面子让我两分，就是你呀、啊，步步紧逼，老想将我的军。难得遇上好的对手，这个着急了。事儿啊，不能着急，着急没用，急不得。急嘛，赢就行。将军，哎呦，这我是看走眼了。哎呀，你再让我一步，好好想想好吗？落子无悔。这样，咱们再下一盘。来，进来。周经理，有电话找你。谁呀？运货的。我去处理一下。过了这个转角就是你们的地盘了，记住，医院、诊所、码头都不要去，更不要回家。我只能保你这一次，之后千万小心。到底谁开的枪？我之后会给你个解释的。上车，到，来，到。
商行里不干净，我知道，但没有证据，马上就有了。 周队长的确是开车出去的，说是去买栗子。栗子？啊，一天出两炉，上午一炉，下午一炉。他说他去排队去了。刚出炉的栗子，得尝一尝。 英军学弟，好久不见。杨森学长也在呢。刚才去哪儿了？啊，买了点糖炒板栗，特别有名，尝尝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师弟是开车出去的。是啊，怎么学长要用车吗？车钥匙给我一下。 这车被处理过，一条手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英群是周将军的儿子，这件事情你还要慎重一点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在乎这些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给我三天。老朋友了，你现在救过我的命，还像以前那么能扛吗？我可是有日子没干过针线活了。放心吧，不见当年。 师傅出事了，接任有人放枪，师傅受伤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大官呢？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飞哥，飞哥，大同码头朱启文的手下去了大同码头。朱启文，三排，叫人，叫人，走，抄家伙，走。
头热闹着吧？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拿着解放令去了，现在估计正乱着呢。听说赵涵之前也四处托人，想搞这解放令。先生，您刚刚放出话，军统就出了赵涵，会不会让武田觉得我们和军统走得太近呢？那又怎么样？一碗饭能吃饱？你都懂的道理，日本人自然明白。再说了，在上海滩这地界上，强龙永远压不过地头蛇。知道了。MS， 杜牧也活不了我家。飞哥，这码头又丢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师傅跟大哥不会有事吧？都丧着个脸干什么？打起精神来！师傅和大哥不会有事的，立刻找人散出去找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我去找金爷，码头不能丢，不然大哥和师傅回来，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？愣着干什么？去啊！走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学长，走。刚刚收到消息，赵涵遭遇枪击，和林夕一起下落不明。谁干的？如果消息没错的话，是军统的出监令。军统？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因为那篇新闻？可是会怎么会这么快？爷爷他们生死未卜，一切都不能妄下定论。现在朱启文趁机发难，赵先生身边那些人的处境十分危险。我会想办法的。怎么样了？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把他们尸体给我带回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程豪呢？师娘呢？安排上人了吗？飞哥，我们人手不太够啊。花钱吃苦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个时候不能让朱启文钻了空子。好。小袁放心，你哥一定没事的。一封电报也没有。有没有从重庆来的信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队长啊，有没有可能是电话直接打到了站长那儿？不可能，除监令不是儿戏，不是一句话就能作数的。当天见报，当天就行动，不可能这么快。林夕，安迪，醒了，我起了。哎，
慢点。好些了吗？啊，家里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，我想办法回去看看。嗯，你告诉他们，要忍，忍得住这口气，才能有生机。启文，我的话你听到没有？不好意思，金爷，您说什么？我问赵涵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金爷，您就为这事儿亲自跑我这儿一趟。何人带句话，我应该拜访您才对啊。不要给我耍花枪，回答我。那要看金爷您想知道多少，想知道多深了。你们的事情我不想管，也管不了。还是老生常谈，不能江湖乱道，不能大小不尊。赵涵的事情还没有定性，你就抢占他的地盘，接管他的产业。启文呐，你是不是太心急了？金爷，看来你有点误会。这已经不是我跟赵涵之间小打小闹了。他跟日本人合作的事儿见了报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还装聋作哑，恐怕以后连开张做生意都挨人一口唾沫了。不是我急，我是替您急。金爷，把心放进肚子里。事情我会处理好的，不会给帮里添麻烦的啊。五点半开戏，长老们都在等着你们。金爷慢走。是我的先生通情达理，肯接管你们这个烂摊子。想拉车赚钱养家的，都往我这边来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那些不长眼的小喽啰，还不赶紧滚去要饭，别在这碍眼。你就不怕金爷怪罪下来？赵涵死了，你们还不夹着尾巴做人？别说金爷，哪个爷也救不了你们。你来找事的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飞哥，师娘来了。您怎么来了？一点规矩都不讲吗？什么事情啊，这么热闹的？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自家的小孩被人欺负了，我当家长的嘛，一定要来看一看的呀。夫人，眼下传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我家先生和赵涵是多年的情分，出手帮衬，稳定局面也是应该的。啥传言不传言的？完了，老赵就是一个晚上没有回家。哎呦，我这个当太太的都没有操心，要你们一个个的在这里瞎操什么心啊？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。依我看，传言是假，不讲规矩是真，兄弟是假，戏强是真。你这话可就过分了，帮你们是情分，是我家先生看得起你们。芝麻大点生意，是我家先生好心接管下来养着他们。
只要落在外人手里，半分钱都拿不到。再说了，我家先生和赵涵这么多年的兄弟，岂是你这个妇人几句话就能挑唆的？刚才答应跟我们走的，到我这边来。先生说了，个个有赏。我看谁敢动！干什么？云飞，有些人不讲规矩，你哪能也不讲规矩了？哼，行，赏你们饭你们不吃，等着，走。林夕，你这几天去哪了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。干娘是你请来的吧？这几天我不方便出面，幸亏有你，多谢了。据我了解的情况，你跟赵叔叔被盯上，是因为军统认定了你们是跟日本人有勾结的汉奸。汉奸？军统疯了吗？那他应该杀朱启文，我干爹怎么可能是汉奸？就因为一张报纸？要是就因为一张报纸，那这事太蹊跷了。赴宴、见报、刺杀，就两天的时间，这也太快了。除了陷害，我想不到别的可能性。军统一旦得到命令，就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一次不成功的话，还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，直到成功为止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得走了。李希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如果走投无路的话，记得来找我。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处理的。注意安全。人呢？棺材铺顺瑞巷。等待狂
起多少。